放松，身体放松啊，跟开车一样，来慢慢来。今天天气晴了，我去把地里面那个水改一改，过两天好收玉米。你看这地里面全是水啊，玉米全倒了。今年河南这个玉米受灾很严重了。先把这个水给排出去。哎呀，没办法，农民就是靠天吃饭呀。现在这个排水沟挖好了，就等着把水全部排出来了。具体什么时候收玉米的情况下呢，还要看天气怎么样了啊。地里面还很湿，车进不了地。老爸在干嘛呢？爸，你有没有开过？你在上面干嘛呢？去问问嘛，看看怎么样，试试。你不会开，你要想开的话，我要教你，给我说一下。来，我教你啊。开不走啊，爸。嗯。小汽车你能开走，这车开不走吗？你赶上不去的。赶上不去的。哦，你知道为什么开不走吗？嗯。你手上怎么尿棒还会开走啊，爸？哦，我手上放的。嗯。手上放的，然后放的时候头还要前方看看前面，给你小给点油门，慢点啊，来，给油门。哎，这不可以了吗？慢慢的啊，慢慢的，慢慢来，好，慢慢来，来刹车，对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倒车，这车这边不是有个那个倒档吗？啊，来，手教他收掉，来倒，倒。哎，这不是很简单吗？是不是？然后停车，踩刹车，啊，回油门。如果是你要是换前进的话，哈，前进档就可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拿回来了吗？嗯。你要把车怎么样？可以啊。对，到时候你油门要控制好。慢档、低档、中档、高档，我们现在在这慢档啊，来往前开，慢点啊，油门放好，轻轻的，哎，对，哎，放松，身体放松啊，跟开车一样，来，慢慢来。来，没事学一下，等下开一下。来，啊，来来，好吗？来来，来，帮你教一下，我看你有没有学会。啊，那试一下看有没有教会。这啥意思啊？也不僵。啊？来前，慢慢的，抓住手把，再松油门，油门松了，刹车松了，再慢慢的动。我这天我刹车我都起不动，我来再慢慢管走不动。老爸，你要是急的实在记不住的话，你就不要开了，没事让我爸带你去。嗯。老爸，你还是不要学了，我看你这个主要是以前没接触过，因为老爸的话他有以前有会开车，他有基本功啊。可以啊。